第九题，关于铅蓄电池的叙述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知道铅蓄电池的正极是二氧化铅，负极是铅，所以选项 A 是错的。我们知道电池如果要能够增加电压，要把电池串联使用，并联的时候总电压跟分电压是相同的，所以选项 B 呢也是错的。我们晓得铅蓄电池是可以充电，充电的时候要正极接正极，负极接负极，所以选项 D 呢也是错的。我们晓得我们的铅蓄电池在放电的时候，正极跟负极都生成硫酸铅，而回来充电的时候，正极的硫酸铅会变成二氧化铅，负极的硫酸铅会变成铅，所以选项 C 是对的。所以第九题问我们说，关于铅蓄电池的叙述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充电后正极的硫酸铅恢复成二氧化铅。